他前面是他帮他朋友拍照，然后我把他朋友劝上来了，后面他就说他想拍，要去拍一个急浪过来，就把他打倒了，打倒下来，他就那个浪就盖过他了，那浪就把他拖下去了。我看到情况不对，我就跑下去救他，拖他我拖不动了，借助那个浪才把他带上来，要不然真的是挺危险的。